Hey, this is Zhang Xuan, yo, this is Awesome Clicky, 欢迎来到我的 studio. 今天晚点 Don't Starve. 还记得上集 episode 的时候是一个礼拜之前的事情了，那时候有跟各位 Bob 说在下一期 Don't Starve 会有一个非常大的改版，那个改版就是 Underground 的改版。这一次打开 Don't Starve 的时候，它似乎就已经更新了，不过我好像晚了五天更新，毕竟那好像是礼拜一还是礼拜二的事情了。总而言之，我上网爬了一下文，似乎旧的地图也会出现，就是新的地图，就是新更新的东西的入口。听说是在一个以前打不动石头的东西的下面。我们有遇过那种石头吗？我倒是遇到了一个很奇怪的东西。然后我趁各位爸不在的时候，自己偷偷玩了一天。其实讲偷偷玩是好听啦，讲难听一点是我忘记录影了。我拍了一天才发现。想起来了，各位 Bob 在下方的评论页我都有看到，就是各位 Bob 就是有留很多不同的 suggest， 还有一些小 tips 我都有看进去，不过东西太多有点难，就是有点难消化。我知道我们头上戴的这个花圈啊，它可以让你的理智慢慢上升，就是虽然一次只有上升一点点，就是上升的很慢，但是它可以让你上升。不过就我的观点来说的话，如果戴着这个花圈，我更会觉得我的理智有点问题，这才是真正让自己理智断线的原因吧。我们再来做点 X， 然后再来砍一点树木。然后就在昨天我偷偷玩的时候，我发现了一个惊人的事实，不是惊人的事实，我发现了一个惊人的事情，就是我们这个小村落啊，再往下面走一点点，一咪咪，就会找到猪猪王哎。而且听说一张地图里面就只有一只猪猪王，果然我住对地方了。不过好像要担心越远的时候，对不对？我一直没有注意到这个事情，现在有点热。我还有听 Bob 说，就是20天的时候冬天就差不多会来了，所以我们必须储存一点食物，或者是把自己的身体弄保暖一点。那我先来抓蝴蝶好了，抓蝴蝶，抓蝴蝶。哦，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我只想抓蝴蝶。Ruff， 轻轻捡起来。哦，我还有听说就是蜘蛛身上掉下来的那个囊啊，就是可以补血的样子。我们去抓蝴蝶，我这边超爱抓蝴蝶，抓不到蝴蝶，抓不到，点不到蝴蝶。是这块石头吗？不是，嘿，这块石头感觉就只是普通的石头，而且听说那个洞口如果打开的话，会跑出很多蝙蝠小编。哦，我身上满了耶，好讨厌哦。没关系，先放在地上，反正不会有人吃石头。而且这款游戏的就是它的东西，它的资源不会消失，这是蛮酷的。然后我是不是不应该，是不是不太应该，就是把我看到的东西都捡起来，就像是胡萝卜那些的东西，不然冬天来了我就没有食物吃了。原来杀动物我的理智会下降，看样子我不能再乱杀无辜了。看蜘蛛不无辜，抓蝴蝶，抓蝴蝶，抓蝴蝶。哦，对不起，好像进入他们的就是地盘的话，他们就会乱叫，然后就会出来攻击我。我们再去抓蝴蝶。哦，他跑好远了，为什么他不去他的洞里面？不明白。那我们把蝴蝶种下去，这样子之后我们就可能会有不哦，我还以为他要吃我的花。我们先来想有没有可以让自己保暖的方法好了。抓蝴蝶。哦，我们来做个冬天帽子，嘿，然后种下来。哇，好多蝴蝶哦！我的天哪，我是蝴蝶王子，嘿。然后这幅景象，我要把这个当成我的桌布。我看一下哦，冬天的衣服，我记得有个东西叫做 winter hat 样子，对不对？就是这个。我们需要4个毛皮，哪里有？哪里有那个啊？就是哦，这里有很多很多那个扭扭好伙伴。那我们先做个，我想做个箱子，我到现在还没有做箱子。3个木板是不是？所以我们要先做出木板。做出木板的话，应该是这个，1个、2个、3个，之后我们就可以研发出箱子。我终于有个箱子了，玩到第八天我终于有一个像样的箱子了。那我们先把这个帽子应该先放着，不太需要。黄金也可以放着，
这个也可以放着。嗯，先放这样子，这个也可以放着，它可以补血是不是？我们试试看，我们现在血量168。哦，所以我是把它吃掉，还是我在包扎它？哦，总而言之有补血就好。嗯，我们先去做刮胡刀，对，要去先去做 razor， 做完刮胡刀之后才能这个。嗯，之后我们再沿路烤一点，不是烤一点，沿路砍一点就是木材，不然我们晚上没有萤火可以就是搭，就是萤火。有了萤火之后。我们晚上的时候就可以趁女牛和伙伴在睡觉的时候把她身上的毛给偷走。我们需要四个是不是？其实四个感觉不会很难。等一下一下就要下午，我的理智200耶。好赞哦。那先把这个收集起来。之后前往。哦，是这种石头吗？我现在不知道耶，那个石头是不是长得比较大，就是 the cave 入口的石头。哦，蜘蛛出来了。我们要到的地方是，这个地方可以过去吗？那该不会是海吧？真的是海，我们要绕下去。也许上面有路，也许上面没有路。我们要绕下去，绕过去。好，这个胡萝卜，现在看到胡萝卜不能乱采了，倒是果实还是可以采，因为果实它会再长出来。还是冬天不会有果实啊？冬天不会长果实吗？哦，这是我上次丢下来的芒草。嗯。哦，不要吃，不要吃，这是我的，捡起来。嗯，感觉我的果实快要坏光了，继续往上走。啊，好多哦，就在这里，就决定是这里了，刚好四只。那我现在这边收集点资源，反正现在也没有事做，收集点扁扁。1234，刚刚好。他们真合群，不，我踩到胡萝卜了，没有关系。嗯，来收集一点石头好了。哐哐，好，坏掉了。嗯，这个继续。它的那个石头好像是比较大的石头哎。话说我们玩了那么久，有看过那种石头吗？好像没有。过去一点，好像可以推他们呢。嘿，我们要集中一点，等一下晚上要睡觉了，这样我比较好刮。那我们来收集一点。收集点干草好了。哦，也许我们能够做个纸张出来哦。我听有一个 Bob 跟我讲说，就是收集纸张的话，就是不是收集芒草的话，好像可以做出纸张。纸张之后好像也蛮重要的。哦，谢谢。嗯，再来采一点石头，快晚上了，我们先回去扎个营地好了。这个就在就在。哦，不要离我而去嘛！就在这个地方，当当，快要满月了。哦，这个位置真的是好棒哦！之后我们就可以拿刮胡刀刮他们身上的毛，刮掉，刮掉，刮掉，然后把这个放起来，然后把他们推开，嘿，然后把身上的毛捡起来。如果不推开的话，很容易点到他们。就是点到他们的话，我就准备要开下一个档案。嗯，推开，结果不是 attack， 结果我只是想捡东西，捡东西。好，结果好开心哦！一来马上就得到自己想要的东西了，捡起来，结果一下哦，这样好危险哦，捡起来。他说他们会打呼欸，我现在只能用点的，我好怕会打到他们哦。他们起床了，他们一想说，天哪，才过了短短那么一点时间，为什么身上的毛都不见了？好，那我们已经收集到我们想要的东西了，所以我们可以走了。这边有果实欸，把果实都采回去好了，不采白不采。嘿。然后这个东西也都收集回去。会再收集一点便便好了，我想要做农场，有农场的话感觉蛮棒的。顺便烤点果实来吃好了，货还没有洗掉。哦，小心不要点到他们，这样好危险哦。
结果，肚子有点饿，这样子应该够了。那吃掉一点，慢慢慢，慢慢慢，这样补得回来吗？感觉补不多哎。哦，这样子就可以了。那我们刚刚的正面是这个地方，对不对？所以现在我们要往回走。好，回去我们去做个，我们来做个那个叫什么？我突然忘记了那个东西叫什么东西了。来做个哦，冬天的帽子 ，winter hat。冬天的帽子应该不会坏掉吧？它不会像这个花圈有保存期限。收集收集。我发现我玩 Don't Starve 的时候很容易被叫去倒垃圾哎，这是为什么？我又回来了，刚刚切掉那是因为我跑去倒垃圾。我们先来做冬天的帽子，我好兴奋哦。我们似乎要先把这个东西给捡起来。我们还少一个蜘蛛网，要去找蜘蛛。讨厌。那我们先来做纸张好了，反正我们有好多好多东西可以做。我们似乎有点小蜂蜜了。这个是 hammer 不需要，这个是草绳，这是草绳吗？哦，这是睡袋，就是晚上的时候可以睡觉。还有什么？钓鱼竿不需要。这个游戏里面的钓鱼竿，它的功用就有点像是 Minecraft 一样，有点不是那么有用。毕竟钓鱼是要花很久时间才能得到报酬的东西，所以。这样来说的话比较浪费，我们先来做一点小农场，当当，然后可以把种子放进去，我们还可以施一点肥，嘿，哦，不用施肥吗？哦，它会自己长大，那我们就不用理它了。我现在天气好热哦，是夏天是不是啊？我们要干嘛？哦，想起来了，身上有一块肉肉，我们把这块肉肉给猪猪王，这样猪猪王就会给我那个，给我黄金，像是这样子。猪猪王喜欢吃肉肉，不噜。虽然我不确定他的黄金是从哪里来的，不过谢谢他。采一点果实，这果实都快坏光了。有蜘蛛吗？哦，有哎、欸、有哎、欸，给我一点蜘蛛丝好不好？来过来，绕，听听。哦，还真乖，真的给我蜘蛛丝，不，他把它吃掉了。讨厌你，我想要那个种子。那你可以回去做那个冬天的帽子了。Winter hat, winter hat, winter hat。哦，还不够，我们的就是科学仪器还不够先进。我们需要四个木管，四个木板，木管是什么东西？四个木板还有一些。四个木板就代表我们需要石头，石头就要到这边去找。有了石头之后，再来处理木板的事情。现在木头还可以，不过有点少。那我们先去。哦，猪猪先生被攻击了，要见死不救。话说猪猪先生会赢吗？看到最后，也许我们能够得到肉块。哦，猪猪先生，猪猪先生有点。我们一边砍木头一边那个好了。哦，猪猪先生死掉了，而且东西就被吃掉了，好吧。那我们就先，哦，我忘记我们要来干嘛了。我们要先那个，先收集石头的资源。哦，下午了。总感觉这游戏里面一天的时间永远不够用。哦，石头的资源收集完毕了。呀，蜘蛛们都倾巢而出，该是回家的时候了。所以下集 episode 我应该能够把第二种科技的就是，哇，晚上还这么热，第二种科技的那个叫什么的科学仪器做出来。所以我现在必须先来伐点木头好了。哦，绿色的蘑菇可以补那个，可以补理智。那我们先把绿色蘑菇收起来，等有必要的时候再把它吃掉。它好像也有保存期限，毕竟是食品。那先把树给砍倒，做一点木材好了，就是木板，就是木材，捡起来。嘿，榕果，种点树，要有环保意识。
嘿，嘿，顺便把地上的那些树翘给挖一挖好了，不然在地上一直挡住位置也不是办法。哦，我真是一个爱好和平的人哎，你看这些都是我种的树，嘿，拯救地球从你我手中的这颗种子开始做起。那我们弄 shelf， 把这个东西给挖起来。嘿，嘿，嘿，然后来采一点这个。我身上的怪物肉快要坏光了耶，可是怪物肉必须要有锅子才能烹煮。哦，咕咕咕，哦，那。所以我们到底要怎么样才能做出锅子啊？锅子好像是这里，对不对？需要木炭。要木炭的话，就代表我必须要烧树了。我刚才爱好和平种了一大堆树，现在要烧树了是吗？这个是什么？这是烤肉架吗？不会吧？所以下集 episode 我们可以做出第二颗技。蜘蛛们，也许还能够做出个就是。做出个锅子来烤一点东西吃，好吧。这集 episode 差不多先 end 到这。如果你喜欢片的话，记得点左下角；如果喜欢在左上角给订阅。实时订阅我的频道，实时跟踪片动态。我们下集 episode 再见喽。See you guys， 拜拜。不好少、哦。